啊，那这个这一声休息啊，你们看起来好像是写完了。老师还有没有什么异议相对的呀？没有了，也就这几个了。好、啊，那实际上还有一个，那实际上还有一个，那这个到底是哪个呀？我们得先带着大家去看一下这个文化嘛。啊，可能好像大家已经学了几节课了呀，就开始学了一下，就跟Java不太一样。老师，早前我们学 Java 时候为什么有个叫 API 的文档，这安卓咋没有嘞？我们感觉学 Java 时候很简单的，有什么问题找文档。那安卓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时候咋办？你们都直接叫我百度里边看源码，这时候我也不怎么看呢。啊，那安卓里边有没有一个文档类似我们 API 这种东西的呀？有，有，那在哪呀？不是在网上。在那个你们今天那个 SDK 不是你们今天啊，就是老师你们发过的这个 SDK 里面有一个叫做 POC 的一篇文档。好、啊，这里面呢有一个叫 Index 的页面。啊，不过这个 Index 的页面呢，你要打开啊，有非常的久，发现呢，它是不是在里面转了转呢？就是你在这点也点不出来的灰呀、啊，你要点它肯定要很久的。一直在这转，转那个运气好一点就转三分钟，运气不好的转半个小时。好，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往网上走。第二种呢是，第二种呢是以使用模糊浏览器。它这里面有一个叫做开发者，直接有个叫拖地工作。啊，这个拖地工作呢，你想点的有多快，它就有多快的。啊，相当于是在一键工作嘛。啊，那为什么刚才一直在那转呢？你要解释一下，原因是它这个文档里边呢包含一些 JS 的脚本或者是 JS 的样式，它要去访问谷歌的这个网站，把这个 JS 的脚本还有这个 JS 的样式给它拿下来。啊，不过呢，我们都心知肚明，这个谷歌呀，在咱们国内呢已经被这个友好给黑掉了，所以呢是你上不了谷歌官网的。啊，所以呢建议大家，你要看这文档，你可以在断网的情况下看，或者是你如果不想断网，你看看火狐里边有个。开发者叫呢拖地工作的打勾是什么？啊，这时候我们看什么？看一下这个 developer， 然后呢有一个叫 API guide， 啊，把这个 API guide 这页 guide 翻译过来叫做 API 的指南啊。里边呢点过来，点过来之后呢，这边列出来了很多的条目。啊，那这些条目我们要看什么呢？看这里有一个 HTTP component， 叫 HTTP 的组件，应用组件。啊，点开之后呢，其中有一个叫做 HTTP 的东西。你把这个 HTTP 呢直接点这个条目了，你点这个条目，啊，那这一个呢就列出来所有有关 HTTP 的信息了。啊，不过这一串内容啊，你们好像已经见过了，你们好像应该见过了。啊，你们怎么见过呀？比如说什么呢？你看这个有个 HTTP 把空间换上。好、啊、了，说什么呀？他说 HTTP 的 single focus things that user can do。啊，那我看一下这里面有没有啊，叫做。刚才听你的和什么，感觉跟我就不太一样了呀，感觉跟我就看的不太一样。好、啊，看的不太一样，那我们可以找一个叫 refresh 找一个安卓的 APP 下边的，这个叫做找、啊、下边的 link， 这有个叫做它 APP 的 APP1， 啊，就是它的回点。好，一点它之后呢，这地方是一样的。他说，哎，我点错了，你点呢？啊，点它之后呢，这里就有句话了，说 NIC 的 single focus thing as user can do。啊，那这里面有一和 S 二三四五六七，我们再把空间放到这儿。好，那往下拖，这是不是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啊？是不是一样？好，所以呢，这一段代码呢，跟你在文档里看到代码是一样的。好，那。其实你好像可以自己琢磨这个代码，可以自己琢磨。看这里还有一幅图，啊，在我们这个地方呢也有一幅图，啊，这个地方这幅图呢，我们还是要详细介绍的，我把它考虑出来。啊，这个图呢，给它另存为到我们的桌面，啊，放到我的桌面。啊，紧接着呢，我要把这个图给它打开了。啊，打开之后呢，我们对照着这张图来给大家说明了，这个就是它第一个生命周期。啊，不过这个生命周期啊，大家看一下，它第一个生命周期呢是 on create 的 ，on start 和 resume 的。啊，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代表说你的编程呢已经运行起来了。啊，他说什么呀？他说 another activity come into the foreground。
啊，代表是将会有其他剧院被展现出来了。那么说，以当前这个音乐呢，就要调入到一个叫做 on hold 的暂停了。他说呢 ，activity is no longer visible， 代表的是你这个音乐呢，不需要再去探店了，所以就调入了一个 on hold 黄盘。那下面这地方还有一个叫做 the activity is finished， 就是或者是你这个系统啊，杀死掉你的音乐了 ，being destroyed by the system， 就是系统直接杀死掉你这个音乐了。啊，那他就直接走到了这个王军帅黄盘啊，这是一条正常的线路，再来我就给大家全部解释完了，这条正常线啊，完整的他们都已经正常下来。好、啊，那这里面还有一环，我完了这条线是啥意思呢？我给大家一并解释了。啊，到这个地方呢，有个 on hold 的方法， on hold 的方法呢，从这个地方上说，这个 user return to the activity， 从 hold 回到 on resume 方法，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情况下会发生这条线？是不是刚才我给大家演示的那个被覆盖住的时候，就是我现在呢演示了我这个生命周期啊，把这个音乐给它布置起来啊，布置起来它不让我部署，就是刚才演示在地顶上啊，现在呢我直接把它先毁掉啊，毁掉之后呢我就直接把它布置起来，现在呢是 on play 的 on start on resume。好、啊，那紧接着我要让它马上出现到一个 pop 的方法。好、啊，所以呢，我来让它运行我的 text 的应用了。运行 text 的应用去观察这个 log， 现在呢，我的界面是不是看不见了呀？我的界面是不是视角点开就能看得见了？所以呢，现在它走到了 on pop 方法，也就相当于是这一条线呢来到了这个小方块。啊，从这个小方块怎么回到这儿呢？你只要在这个地方摁一下返回键，它就重新从。失去焦点到过去焦点，一点返回键是不是来到黄金地方了？所以呢，就是我们的这一条线。好，那这条线呢演出完毕之后，这里还有一条线从黄金上掉了一个黄金上黄金。啊，那这条线又是怎么走出来的？大家可以观察，这里还有一个方法叫做黄金，就是它要重新启动的意思。好，那好像我们都没有解，我在这里把它解出来，叫做 on restart。好，在这呢把它解开，叫做 on restart。叫做 on restart。好，那写完之后呢，我们把我们的应用给它布置出来，我看一下它什么时候会走出我们右边的这条线。我直接把它跳掉了，现在。好，现在上来是 on play 的 on time on receive。好，那我要求的是从这 on stop 这条线出来。那要想让它到 on stop， 但是没有到 on play， 我应该怎么做？我是不是点一下这后面就可以了呀？啊，点一下后面是不是到了 on stop 呀？这个时候呢，我要想让它走这边这条线，非常简单。你只要到这里边呢，再找到它的指标，在这个地方找到它的指标，并且要去点。好，它就 on the top on top， 然后 on the top， 所以呢，一条线就直接过来了。好，那右边这两条线呢都介绍完毕之后呢，左边来看，哎，这条线呢叫什么呀？他说这个 APP 呢，它高度的需要内存，比如说现在应用呢，它这个手机上它可能打开一些其他应用了，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手机的内存呢是有限制的，你不可能打开无限多的应用。所以呢，系统就会把以前一些过时的应用，什么叫过时的应用？就是很久不用的应用，给它杀死掉了。因为呢，我现在要打开的应用，一切的需要内存，它就把当前应用给它杀死掉了。它一般是发生在这种 on hold， 还有 on stop 的时候呢，把它杀死掉。好，那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好，现在我的应用呢，它来在高端这边。好，我直接呢，点一下后面，现在是 on stop 好吧呀？好，那我直接把它杀掉了。啊，我直接到这找到它的一个进程，进程呢叫做是我们的 live。好，我一点 stop 代表的是我要把应用给它去掉这个进程。啊，来一个 stop， 一个 stop 的进程，来一点，我的应用还有吗？是不是没了呀？这边还有一个进程吗？这边是没进程了呀？但是这把打过去算方法吗？啊，没打。那原因是你这个进程都取消了，这个方式方法可能就不会打了。好、啊，那这个就是我们生命中心方法里边的这一张图，请注意这一张图呢不需要背，不需要背啊，说老师不需要背是不是可以不看呢、啊？其实，
但是你至少要掌握，你今天是人家可能围过你啊。但是你工作的时候能有可能你要在某些项目做一些方法里面做一些逻辑代码分析，但具体是哪个方法里面行呢？你至少得懂看它们每个方法的作用。好，那做完这张图之后呢，我们再看这里边呢还有一个地方。他说夏天呢是有三种类型或者三个分支的这个生命周期，有一个叫做 entire life time， 有一个叫做 visible life time， 还有一个叫做 post-mortem life time， 分别是完整生命周期、可视生命周期还有全台生命周期，我们把它们都写一下。好，那这个地方呢打一下比较叫生命周期的总结。啊，第一个呢叫做 entire lifetime， 翻译过来叫做完整的生命周期。啊，完整生命周期应该从哪到哪呀？好，就看大家了，刚讲过。啊，不然你想呢？嗯，上。不是，现在按顺序来的啊，你直接有任何疑问的啊，可以，王姐，对，现在按顺序来了，现在。啊，可以，然后呢，往下，然后呢？啊，对，这就是一个是创建、可见，然后呢？达到焦点，紧接着呢持续焦点，再紧接着呢就完全看不见，再紧接着啊，就衰弱啊，这个是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好，那紧接着这里边还有一个叫做 visible 的 lifetime， 那翻译过来叫做可视生命周期。啊，可视生命周期在说什么呀？他说这个可视生命周期呢 ，between 的在这个 on start 到这个 on off 的两个中间，这些都是可视生命周期。好，所以我们呢可以打一下，叫做 on start 紧接到 on between 的紧接到 on off 的 on start 的要写吗？啊？好，他说再写一个写中间。好，紧接这地方还有个叫 post ground 的 line， 这个叫做。前台生命周期叫 post ground， 叫前台生命周期。啊， post ground 呢，他说从哪到哪呀？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地方的解释了。他说从这个 on the thing 呢到 on off， 也就是这两个生命周期方法属于前台生命周期，就是跟用户能进行交互。啊，这边有个叫 on the thing 到这个 on off。好，那现在呢，我就把这个前台生命周期，还有这个完整生命周期，就是生命周期的总结，给大家都写完了。嗯，关于 ID 是生命周期呢？